先拍一段人物素材，再拍一段空镜素材，看看效果吧。踮起脚尖，提起裙边，让我的手轻轻搭在你的肩。座位揪一下，我要起飞啦！痛在手掌心，我是你小可爱呀！座位里的心，创意旅行找来一张吧，放在戒指里，关注我们的幸福呀！关注我，学习更多拍照小技巧。旅游怎么拍出创意天空照？翻转手机，把手机放在地上当镜面，拍出动漫风的天空之镜照。把手机放在侧边，拍出神奇创意双胞胎照。把手机放在肩上，拍摄和另一个世界隔空对话照。关注我，学习更多拍照小技巧。旅游出门，你还在被拍成小短腿、人挤人、游客照吗？旅游打卡。你用过的实况模式，未拍照的人用过的实况模式。打开实况模式，等车流过来的时候，咔嚓，上滑选择长曝光，拍出时空穿梭大片。打开手机实况模式，拍照的时候迅速按下一叉，静止三秒不动，上滑选择长曝光，一张灵魂出窍照就完成啦。还可以在天桥上。打开实况模式，上滑选择长曝光，拍出城市夜景车流大片。关注我，学习更多拍照小技巧。出去旅游怎么把视频拍成电影的？跟我来，拍地标，拍人物走路，拍古镇街道，拍名胜古迹，再拍一些其他你喜欢的镜头，一起。这样站着拍太呆了，翻转手机拍出时尚大片感。坐着这样拍太傻了，还是翻转手机拍出超好看的坐姿照。最后躺在地上拍自己的脚步，拍出神奇探天照。关注我，学习更多拍照小技巧。躺下来用脚在天空做走路动作，看看效果吧。我曾经走过多遥远的路，跨越过多错过，滤镜选择深粉色，打开闪光灯，拍出满天繁星呀。把手机放在镜头前当镜面，拍出霓虹倒影感。打开实况模式，转动雨伞，拍延时星空大片。关注我，学习更多拍照小技巧。拍摄翻书，拍摄耳机，俯拍耳机和书。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？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？打开实况模式，等车流过来的时候，咔嚓，上滑选择长曝光，拍出时空穿梭大片。路边的灯牌不要错过，拉低曝光，拍唯美剪影大片。还可以在天桥上。打开实况模式，上滑选择长曝光，拍出城市夜景车流大片。关注我，学习更多拍照小技巧。侧身站，双手搭在行李箱上，坐在行李箱上，一腿前伸，拎着行李箱向前走，回眸抓拍。坐在沙发上，菜单举在头顶，学会了吗？记得点关注。想跟你看海，想在你的眼眸中徘徊，想说给你的话塞满了脑。马路边是最好的拍摄场景，注意安全，以马路为背景。打开实况功能，打开滤镜，选择清零，人物保持不动，咔嚓。再来一张双拍，在相册打开刚刚拍的照片，上滑躺上更多。
择照片形式，选择长曝光，照片背景，现成超级好看的桌游光线。可不可以能